起不来，你来，咱也试一个。好，罚在这里一下，对。电影道具都这么整。我练了一整个上午，大哥看一分钟就会了。我练了40年了。下来的那段，因为如果他不下来，他们一直瞪着你，就会越来越又飘出来了。哎呀，好惨，再继续。这边也是一运功一打过去，那个木头啪，所有的梁都给你打断。对，是，哎，好。他们三个人的关系是在这个塔里。妈，你看我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怎么样？啊？师傅，没了，司令。你对百姓的恩已断，人间再见。已还，你对百姓的恩已还。时间到了，没时间了，看吧。亲，你快点，要忘就快点，我已经走了，先到了，我顶不住了，我顶不住了，快点啊，最多在千百年来被收在雷峰塔下，就用仙草来代替，仙草味道。导演不在的时候，指导都是什么啊？对呀，那感觉啊，明白了，明白了。导演一在说，哎，哎，魏亚队长，魏亚，开拳头，二三，完了，这边又来一个，我就一挡，完了这么一撑，这边就咚咚咚，啊。都一万多小孩，肚子里都是分虫啊！不是，里面的骨头，那蛇的骨头，小蛇下大概在几乎已经咬得动，但是就是这个它的。以前他头顶宰完了再插的啊。现在的是拥抱、最后吻别什么的，我在这看着。也不拉也拉着他不给他回去，他要不时间要跟他一起吃啊，要留在里面，他把他推出去也好啊。老板，老板，所以你这么值钱就是这个脑筋好吗？所以才要再开始。传说就跟以前一定不一样，一样了就不用传说了。